鲁仲连邹阳列传，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23篇，主要是关于鲁仲连相关事迹的传记。鲁仲连，齐国人，他擅长谋划一些奇异宏伟卓越不凡的谋略，但又不愿做官，保持着高尚的节操。本传主要记载了鲁仲连以超群口才与奇谋睿智解决的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公元前260年，秦于长平大败赵军，坑杀赵军40余万，继而围攻赵都邯郸。魏国旧赵部队驻扎汤阴，不敢进兵，却派辛元衍游说赵国屈奉秦国。平原军心急如焚，束手无策，形势岌岌可危。这时鲁仲连主动去见辛元衍，用具体的事例作比，生动形象而又透彻地阐明道理，指陈地秦的弊害，终于让辛元衍拜服，不敢复言地秦。而秦军的主将听说了这件事，为此向后退兵50里。第二件事，燕将据守聊城，田丹攻聊城1年有余，士卒伤亡惨重，而聊城却迟迟攻克不下。这时鲁仲连来了，他提笔给燕国大将写了一封信，一燕将书，并用箭射到城里。在这封信中，鲁仲连先是结合齐燕两国的局势，谆谆教导燕将死守孤城是非忠非勇非智，又站在燕将的角度上分析归燕降齐的不同好处，最后又用曹沫和管仲的例子指出行小节死小耻是不明智的做法，劝诱燕将以小节而成终身之名，以小耻而立累世之功，放弃聊城。结果鲁仲连说到心坎里的一番话，令燕将心生绝望，自杀而亡。就这样，鲁仲连用语言攻下了聊城，一箭书退敌100万兵，创造了中国军事史和辩论史上的奇迹。